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拜天地啊，不给大家拜年啊，拜个年，哎，恭喜恭喜！我请来两个香港的这个福星，一个大家不用说了哈，是香港这个风流才子之一，哎呀，马家辉，那幸好还有很多。这一位红红的啊，这个女星啊，我看得你来介绍了啊，不得了！这个女星其实很多人知道嘛，麦宁宁弑父嘛，啊、哎呀，名满天下。对，麦宁宁弑父，一般在香港有人称为玄学家，有人称为风水师哈、啊，有人还有内地称为什么？什么人生导师嘛？啊，对，啊，都有不同的专业的名称。可是麦师傅还有很多形容词的啊、嗯，有人称他为全世界最性感的玄学家。啊、眼睛不要乱看，注意眼睛不要乱看。然后呢，有一位大作家，我们都知道倪匡先生了、啊。嗯，倪匡先生就叫麦师傅说，全地球最出名的女玄学家。因为女玄学家只有香港跟中国有嘛，嗯，他世界其他都没有嘛，他中国最出名，等于是说全世界最出名。对，所以这么一聚了一身福气的玄学家啊，这麦师傅，哎，还有一个呢，文涛、啊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赶快赶快，哎，赶快，就是说麦师傅啊，最近有个外号啊，就是说最有意志力的玄学家，因为啊。他在三个礼拜内减磅减了20磅，哎呦，不得了、啊！哦，这是减磅之后的样子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那聚了一身福气，麦师傅，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啊，很希望听到你金口给他们来拜个年，对吧、我希望各位观众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哎呀，但是到底能不能心想事成，咱们就得研究研究了。你看我们今天这里这么多护身符。啊，我刚才跟麦师傅讲了，这首先是犯太岁的人、今年要带，对吗？不是全带吧，要看你哪个生肖，是哪个生肖。对啊，你看咱们这个麦师傅，这出这虎年运程都加印第七版了、啊，而且呢，我还听说呀，好多这个大明星主要是都半夜里给他打电话，好就比如说想生孩子还是不想生孩子，哪一天交配都要问你，是吗？交配不是大明星问他，小明星问他，小明星问不是在市场上那个流年运程呢、啊，就是差不多。最不同的数字中，流年运程是最好卖的，很多人说、哦、我们每年也卖的很多，很好。但是呢，咱们这个麦师傅是说实话的。刚才这个做节目之前，我问他，我说总体一般来说，虎年究竟对大家好不好？我看你这个表情啊，感觉好像不是很理想，是吗？因为呢，明年呢就是我们说的财星呢，就在那个九中飞星的中间的位置，就是财星日丑、嗯，就是丑干。哦，坐牢一样，坐牢一样的。哦，财星坐了牢了，对了，被困住了哈，对了，出不来。所以那个投资的气氛啊，可能那个炒卖的情况就不太，就容易有问题。热钱也可能有点漏楼市了。热钱会流去楼市，对。哎不是不。热钱会楼走，楼走离开的意思，离开了，不是去楼市，不是乱讲，就买楼，对不起，结果就不，这个可是就说不通啊，师傅啊，我总喜欢挑战他哈、我们是朋友，你说热钱会楼走，楼去。哪里啊？因为我楼走这里了，楼去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都旺起来了嘛。不一定是你知道这个那个经济问题，就用问那个经济专家。有时候疫情来的时候，就不知从哪里来这么多，走的时候也不知走的哪里的。但是总之就是说，虎年投资不能太大胆。对。要小心。对。那咱们来具体再研究一下，就是说，投一个属虎的。本命年哈，这个很想听听啊。本命年一般来说，身体健康会有一点问题的，因为呢，中国人相信呢，如果是哪个生肖自己在有这个运的话，自己虎年自己是虎年的话呢，一般来说应该有那个此事冲洗一下，冲洗，要做一些高兴的事情，比方说像什么结婚啊，天丁啦、啊，生孩子啦、啊，买房子啦、啊，外遇算不算？不算，不算，外遇算那个桃花劫。哎，这是可以买房子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冲洗，是人生的大事。对我来说，就一起挡三灾。买一套房子挡三灾，一起啊，有个你只要有个好的事喜事啊，一喜要挡三灾嘛，对了，把其他灾挡住。所以因为古代啊，对于
土地田地产嘛，哈，置业哈，买房子这是好的事情是吧？对了 ，OK， 但是一定要是买来自己住的，我买来投资，我觉得就不算了啊、嗯哦。但是这个属虎的，他就算犯太岁。嗯，那你比如说，我们一般说要穿红内裤，是不是需要的？对，也是一个方法，就是天天穿吗？天天穿的。这一年这一条穿到底是，穿不灵的，一条穿到底是你的，你是不能换的。我看过一个书说，穿红内裤，你真的要那个，假如要本命年啊、加上你的那个整个运气不太好，的确是一年穿了365天，是有这个说法吗？穿一年就穿红色的嘛，对吧？穿同一条、啊，同一条不可能啦、啊啊！以前呢，就是他们是用红色的裤头带，裤头带、裤腰带，对对对、现在就变了一点了、就可能用红色的内裤、红色的内衣也可以的。那着用就是，哎，我们如果说抢旺，就抢一点旺气过来。抢一点旺气过来。对了，哦、有时候去那个。赌钱啊，也是应该是这样的长望的，赌钱嘛，去澳门啊，去打麻将啊，也可以，应该多穿一点红色，你可以试试的。哎，这闻到啊、以后去澳门赌场的全是穿着一身红进去的。哎，还不是不够，我们平常啊，我们现代人交朋友，有几类朋友一定要交的，律师、医生嘛，我们知道嘛，还有风水师朋友。没错，我们朋友之间啊，经常有一个习惯。只要去澳门赌钱，进赌场之前呢，一定打个长途电话找到麦师傅，天涯海角都找得到他，问他，哎，你替我算一下，今天我的财星几点到几点进入我的命宫里面，他就会告诉你，他就告诉你七点到九点，那时候你就去赌哈。但是我也不会说你不要去赌罗，这最安全的说法。好，不懂。说了个虎，还有什么属相你想讲一讲？我觉得是是犯太岁的了。老虎还要注意那个身体健康呢，因为容易受伤。因为有个心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降风心，降风就是容易受那个金属的受伤，所以开车的朋友要小心一点。过了年之后，我觉得去那个捐血啊，去洗牙啊也是好的。就免了这个血光之灾。对了。他们真的有人说，你献血也算是把这个血捐出去了吗？反而你就不会出车祸。是吧？先把那个坏的运气先把它对应验掉了，把它兑现掉了，那就不会有大问题，是吧？虎应该好点。那还有什么属相是需要注意的？最三冲的变化最多就是属猴了。属猴哈，因为猴跟老虎本来就是三冲的，不对的。对对对。所以那个属猴呢，就是冲太岁，冲太岁就是变化最多，可能这儿事业上有一些转变，可能如果今年不结婚的话呢，有可能要分手了。不结婚离了，对，属猴的今年格外上蹿下跳，就是变化最多，还有那个一马星，一马就是走动的心，所以出外地啊，走来走去是比较好一点的。就可以到外面去避开，好像一定要走了。一马就是走动，属马的，属猴的，属猴的。一马星有一马就是走动的星，走动就是属猴的应该多走动。你让他坐着，他也坐不住啊。这跑路也算了，破产还可以啊，去外地了。对这个麦师傅，我学习了一下，我发现好像猪、羊、兔这比较接近。对，他们说是三合的生肖，因为其实每一个生肖跟自己的生肖有一个组合的，他们是一个 group 的。有些生肖，中国人相信六年是不好的，六年是三冲的，八路年小路年也是不好，就是六冲。六冲哈，六冲，六冲，但是每个生肖也跟那个生肖我们比较合的就是六合，也有三合。所以他们是一个个不同的，太复杂了哈。属兔跟属猪跟属羊是一个的，马跟老虎跟那个狗马老虎狗哈是一个了，就老鼠猴跟那个龙是一个了。对，鸡跟牛哈跟那个鞋是一个。
哦、可是啊，文涛这个一组一组的都是一组一组的。我们朋友们都知道一个秘密哈，每一年假如你每一年看麦师傅的生肖的书哈，嗯，一定发现属马的特别好，因为他自己属马的。哦，怪不得读者们要看看，你怎么属马没有？就算犯太岁那一年也不错。因为我老公哪个生肖的每一年都有桃花嘛，他已经问过我了，为什么你每一年的水午有桃花，叫我小心一点的？你老公属什么的？兔子。啊、属兔的、啊、属兔的虎年桃花旺是吗？桃花旺旺、哎、最旺是兔子的桃花。哎呀，那你要看紧他呀。他的重点是每一年属兔的他都特别强调的桃花，让他老公有个警告，这麻烦不得了。我觉得这个麦玲玲的老公他绝对不会敢于找别人，因为咱们玲玲太有魅力了，对吗？不光是这个风水师，而且我看是还是娱乐界的明星。哎，这个我们手头有一个他唱歌 rap 还是 rap跟一个音乐组合嘛，叫农夫嘛。哎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也算是麦师傅给大家拜年啊。哎，导演给放一下。广东春季就识睇梅花易数，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，梗系分到。我掌又睇到，相又睇到，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。鼻头好有肉，内心就冇毒。眼睛水汪汪，桃花运畅旺，微微散。哎呀，麦姐姐麦师傅刚才说的我很高兴，说我属羊的虎年好，我还以为我倒霉了呢。他们说羊入虎口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今年不没有再犯太岁，今年而且很多吉星对自己蛮好的，有天喜星，还有一些、天喜星、对，就说我是红星当头啊，啊，结婚了，结婚的年份、啊，今年是不错的啊、属羊的不错，嗯，哎，那么就是还有家辉属什么的？我属兔了，这桃花旺。十二星对最旺，桃花就是属兔了。今年它是每一年都旺，还是今年特别旺？是哦，今年太阳星，但是兔的属兔的女孩子比较好一点，男孩子的今年就有点桃花破财。哦，什么叫桃花呢？因为桃花破财，因为桃花不见了钱了，哦、可能桃花了，因为桃花破财了。哎呀，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文涛，就是香港也流行一个、一个事情哈。嗯，每一年的大概年初五左右哈，我的姐姐还有她的那些太太团呢、啊，都组队去澳门找一个叫三姑的风水师，做什么呢？劈桃花。你付她钱，付她100块，你把他们都把她丈夫的生辰八字给那个三姑，然后呢，三姑就会做法，把他们的老公的桃花劈掉、劈走、赶走。赶走一半，赶走之后呢，就说安全了，没有问题。就是心理上的作用。每一年我姐姐他们都去的了，好多人。但是他们的老公有没有去？30人、50人啊，结果一样的。我觉得还是正是因为这方面灾难深重，他们才去的。哎，那麦师傅，你刚才讲了，就说你看也有别人做的事情，你不相信？我给你讲讲最近的新闻呢。这个陈振聪他们说是属猪的嘛，属猪的。何太岁我在在祝您的时候，在今年还算牛年吧？对，不，已经、已经过年了，已经过年。去年这个陈振聪打小甜甜的遗产官司，哎，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？我觉得他不会有，之前我也评论过，但是还他在开始打官司的时候，我就说他的下庭不好，他长得不好，只是位置，他的头，他的眼睛下庭不好，下庭就是有那个有人中这个位置开始。啊，他这个嘴呢不太生得不太好，我们中文说的就是吹佛嘴啊，吹火嘴，这是当吹蜡烛的嘴，这是满的，我运不好。晚运不够好。对啊，就是下面。他刚刚就是51岁，他应该是59年，可能是49年、59年。风水师互相都很掌握。因为只是位置不好，所以呢就不太好。他下巴只是位置也不好，怪不得他笑起来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怪怪的，对。是吗？但是可是你的意思是说，但是他的头不错，他的额头不错，他只是头是很有创意的，只是人很有胆识的。那是太有创意了。
100多个洞，对了，所以终身制嘛，所以前面台湾也蛮流行这些，我就不相信可以终身制。是啊，它是另外一个方法，不管用的。它是另外一个方法，所以它前面那三十多亿可以拿到手，后面就是承受不了那个大的运，是吧？那可假如陈振聪啊下庭不好的话，在陈振聪案件里面有一个风水师来做工嘛，做证人嘛，那个叫什么师徒法证哈？对，下体就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为他最近被那个周刊就拍了他的照片嘛，他有四个老婆嘛，是吧？是不是风水师都好像桃花运很旺嘛？对啊，麦师傅是他们做法的吗？就是风水师能把自己的桃花鼓旺吗？我觉得可能是有些人崇拜他们，就跟崇拜你们一样啦，崇拜你们。那我也崇拜女风水师。哎，刚才说了，陈振聪属猪的，对吧？过去一年好像有点不好，但是到了虎年，这个属猪的。也是犯太岁，因为合太岁也跟犯太岁一样的，有可能它的变化更多，所以呢属猪今年呢又提防一点，就是有些时期是头儿宴的变化，复原不同了，有好变坏，那个落差很大的。会落差很大。嗯，我怎么看到一些书讲，好像说是什么属猪的今年财源广进，投资啊，干什么都要大胆的出击。我这个有一点不同的看法，因为一般来说看生肖呢，以前呢就是只看一些星，但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有时候合太岁的年份反而有点很不同的变化。哦，起伏很大，很怪的变异。可是麦师傅有人有一个说法哈，他说以前呢、我想也完全不完全错的哈、那说法是说以前大概十多年前哈、都没那么复杂的，每一年只有一个生肖说你犯太岁那就解决了，其他都 OK 都好，只有那个生肖比较有麻烦，要去买那些什么太岁符啊什么。后来越来越多了，后来除了什么犯太岁，还有冲太岁，还有合太岁，什么好像每一年大概有六个生肖觉得不对劲了，要去替风水师买那些符的。有人说是有些风水师弄出来的，把大家哇吓吓坏了。这个算命的方法其实一向也是有，就是我们说的寅冲破害，所以这个不同的方法，一个不同的组合，所以每年也是不同，有一些生肖地球是多一点的，属狗是比较多，每年也是不同，今年是四个生肖，去年是五个生肖，是有时候是三个，四个就是有这个老虎了，猴蛇猪哦，这四个都有点问题。对，但是那个政府的统计呢，说每年差不多政府统计有GDP 嘛，每年有那个600万人犯太岁，香港他们去拜太岁就有600万人，如果没人用那个100块钱也不小了。香港政府很忙啊，很忙啊，应该让你去当政务司。所以这个叫市场经济学啊，他应该当财政司啊。好家伙，香港600万人犯太岁，那差不多大陆就得有。将近一个亿，对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今年太岁好像叫乌桓，我还是学了一下，乌桓是个什么人？其实太岁呢是以前的将官，一些守护神，他是每年不同的，他有一个不同的形象。你看到他不同的造型，对，不然对啊、每年我们说的拜太岁，就是把他的造型摆在脑海里面，他就每年就可以保佑你了。哦，但我还不知道他什么样，怎么摆脑海里。拜他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对入个脑海的吸着。好好，我们说谢太岁嘛。对，广告之后见。广告之后见。哎，麦师傅，还有几个人家这个观众等着呢，龙啊、鼠啊、很多没说，很多没说，赶快说。我们是说，老鼠开始了，好吧？老鼠今年就没有什么吉星，所以呢，今年又看自己的亲力亲为，是吧？好，凡事自己动手。对啊，老鼠。牛呢就不错了，牛因为去年犯太岁，今年没有了，今年还有红鸾星，所以结婚。哦，红鸾星动，属牛的。要找母牛结婚了，不结也得结，不结也得结。老虎说了，兔子说了，狗呢？
聋了、嗯、我们说一下聋了，聋了就有那个国运，这个新国运是这个岁运，国运国运岁运，就是今年的失业的不错，失业是一个很大的劲爆的年份、嗯、失业不错、啊、失业不错，我以为说失业好龙的事业不错，对，不是龙要事业像你这样说，那个假如内地的顾客来找师傅就惨，好的听成坏的，坏的听成好的，没本来师傅叫他小心你今年财运不好，我他听得很好，回去跟老婆我们大投资，龙要失了业得当蛇了吧还有哪个没说再接着说，龙鞋说了，鞋说了没有，帽子也说了，鸡说了没有，我们排上去就、啊鸡啊、马就很好，马有那个三台星，有那个将星、嗯、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很多方面也是一个不错进步的事情，马进步，因为你属马嘛，是还有哪个没讲会？羊不是，羊是很好了，羊有那个他羊说了嘛，羊说了，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羊有那个天子星嘛，有天子，天子星这个很好的星，天星，天下的天星，还有喜欢的喜，月德星，月亮的月，月德星，独特的德，道德，月德星，月德星，一边是天喜，一边是月德，全在我头上。对了，好家伙，羊今年要干什么？赶快去澳门读一下。啊，不可以哦，因为今年财星还有一个破财的星，就是小耗，小耗就小小的破财，小小的消耗。哈，对。他们有人说属羊的还会惹官司，有这个危险吗？没，就是小号这个星其实是可以破那个我们说的欢喜财，不赔偿，欢喜财，你开车故意被人家抄牌了，不买一点东西送给你喜欢的人也可以的。啊，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 地球宣言。对了，好的。